哥，你快看啊，笼子里关的是奥特曼吗？应该不是吧，我听说奥特曼都很厉害的，怎么会被人关在笼子里呢？他看上去好可怜啊，不如我们想办法救救他吧。这天，两只戴笠正在森林里玩耍，突然发现前面树上挂着一个铁笼，于是急急忙忙地跑了过去。原来是格力乔奥特曼，他似乎中了怪兽的陷阱，被困在笼子里了。随后戴笠哥哥不知道从哪找来一个梯子爬了上去，他想用锤子将铁笼砸开。可是敲了666下，这个铁笼还是一点反应也没有，这可怎么办啊？站在树下面的戴笠妹妹看得很着急，不过她也不知道怎么样才能把格力乔救下来。正当他们感到束手无策时，帅气的猴哥拿着棍子走了过来。这对我来说太简单了，你们俩快走开，让我来吧。说完他就拿着棍子开始砍树，可是这棵树实在太硬了，无论猴哥用多大力气不停地敲打，这棵树连动都不动一下。帅气的猴哥突然想到一个好主意，你们两个帮帮我，快把爱心能量都给我，我要使用我的绝招直接废掉这个铁笼。于是戴笠兄妹开始把爱心能量传递给猴哥，刹那间光影四射，猴哥吸收完爱心能量居然直接变了个形态，这也太牛了吧。紧接着猴哥对铁笼发射出一道强烈的光波，嘟嘟嘟嘟嘟，铁笼果然被光波融化了。这时格力乔也终于醒了过来，为了感谢戴笠兄妹和猴哥，格力乔把他们带回了奥特村，赛罗还给他们准备了一大桌好吃的。可是看上去猴哥似乎不太开心的样子，烦死了。有人知道为什么吗？接下来他们又在奥特村发生了很多有趣的故事，小伙伴们，我们明天再见。